一百，我不想回家哎，我们逛街好不好？不要了，我累得走不动了。那看电影吧，看电影不用走路。看什么电影啊？我看电影会打瞌睡。吃饭，我们去吃饭，叫小钢琴课。干嘛？你忘了我答应韩薇回去吃晚饭的？哦，那我叫小刚回去。哎，不不不，他等会儿送我到家就会走的了。一凡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让小刚送你，然后再到韩薇家去吃饭，你想脚踏两只船？不是的，哎呦，不是的，不会叫他来接我了。哎呀，反正你不可以这样的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万一被凯文看到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赶快叫出租车吧。哦，哎，我背你。好啊，不，他想背，让他背吧。哎，我哎，背好啊。哎，走了走。我自己可以走了。嗯，好些了吗？谢谢。好了，一帆都已经到家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住气！哎，随便你们了，我进去了。我啊！哎！行。还有烧菜呀、啊！等你烧好了，一分都被抢走了。说话你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啊。然后呢？继续烧你的小黄鱼。你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是我的就是我的，强求又没用。好，算我多管闲事，以后你跟一凡怎么样都与我无关。你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改变心意了？求我吧，我会考虑。我只是想要请你去请一凡过来这里吃饭而已，顺便请小刚一起过来吃饭吧。你脑袋烧坏了？不过就吃顿饭嘛，你紧张什么？不紧张，我不紧张。反正呢，追不追得到一凡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去叫小刚和一凡。啊，大家多吃一点啊，只是一些家常菜而已，别客气。是啊，反正韩薇煮来煮去就是这几道菜。哦，一凡，不会啊，我觉得韩薇烧的菜很好吃啊。那。小刚，你呢？我什么也不会。你煮的咖啡也不错啊。这样啊，韩薇，我记得你好像很会调酒哦。就会那几样而已啊。那你现在当主播，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啊？问这个干什么？小庆，你没事干嘛问人家这种问题啊？这问题很正常啊。小刚，你呢？你现在有工作吗？我回到我学长那儿帮忙去了。哦，你终于想开，愿意回去当牙医啦。这么说来，如果牙医做得好，病人够多的话，这收入一定不会比主播少吧？我也不太清楚。
谢谢。干嘛？小刚，多加点菜给一凡，这都是我特地为他做的。嗯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加了半天的菜，都是人家特意为一凡做的呢。谁做的不重要，关键是要跟谁在一起吃，对不对？自己做的菜有一份别人无法取代的诚意，看着吃的人那种喜悦和幸福的心情，这种感觉是无法取代的。我吃完了。嗯，一凡，我也吃饱了。我们去哪儿？小刚，你送我回家。我干嘛送你回家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我想带一凡出去走走。一凡工作一天很累啦，对不对，一凡？我想我应该回去休息了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啦，一凡他就住对面，他自己回去就行。我家住那么远，你送我吧。那我送他回来再送你啊。我会送一凡回去的。都不用了，我想我自己回去比较好。我送你们。一凡早点休息，明天上午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你不顺路，明天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早点起床就好了。哎呦，不需要啦，一般是独立自主的女性，才不要人家送她上班呢。走啦，两位。小刚有时候就这样，比较小孩子脾气，你不要在意啊。我不会在意的，我要是他，说不定我的反应更激烈呢。毕竟你们在一起已经那么长一段时间了，他这次回来好像真的下定决心了。其实我已经习惯他不在我身边了，我以为自己不爱他了，可是你不需要解释，我了解。我有时候觉得你，我在想以前你谈恋爱的时候难道就不会吃女朋友的醋啊？我也会吃醋的，一凡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吃醋的。哎，昨天来谈婚礼的那对新人，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啊？很奇怪吗？我倒是觉得那个男的挺酷的。酷什么？那是冷漠。真是的，快结婚的男人了，怎么对女人这样？那说不定他原来就是这样。我看八成是那个男的不想娶那个女的吧。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呀，不结婚就不结婚呗，干嘛还摆出一副臭脸啊？婚姻不是你想结就结，你不想结就不结的。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婚姻是两家人的事，很复杂的。说不定那个男人心里还有别的女人。我看也是这个样子，一对相爱的人不能结合，却要按照父母的意思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，岂不是人间的悲剧吗？哎呦，你在看电视剧啊？可能是人家心情不好呢，有那么夸张吗？哎，瑶瑶，那你在婚礼公司待这么久了，你对结婚有没有一点恐惧感呢？有什么好恐惧的？结婚典礼是谈恋爱的最后高潮，最完美的句点。以后的生活呢，就像从天堂打入凡间一样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所以啊，恋爱是恋爱，婚姻是婚姻，认清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好恐惧的了。瑶瑶，我觉得你说的才恐怖嘞。照你这样说，谁愿意到凡间来受苦啊？大家不都想留在恋爱的天堂？但是天堂里没有土地啊，没有踏实感。哎，这怎么
怎么会呢？永远谈恋爱多好，只有在谈恋爱的时候才会有人给你送花，才会有人请你烛光晚餐，才会有人每天送你上班下班。小可，别那么傻了，那是因为你年纪没到而已。我们总裁山崎先生打算在中国的各个沿海城市开设分店，而上海的角色可以说是我们的旗舰店。田小姐的经验又这么丰富，我们希望您能亲自参与规划管理各店的特色，将来呢可能由您来训练各店的店长。谢谢山崎先生器重我，不过这份工作这么吃紧，我想我还是仔细考虑考虑，我不可能为了这份工作放弃掉角色而不管的。这个我们山崎先生明白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会增加人手，减轻田小姐的负担。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希望您到我们总公司来上班，管理全部的连锁店，那么角色的业务也可以慢慢的放手出去。田小姐，您觉得如何呢？我会慎重考虑的。啊，那我们就等着您的回音了。嗯。啊。再见。慢走。一番姐，啊，怎么样？总公司那边有情况吗？他们希望我们能支援总公司。朱清啊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聊聊。怎么样，到角色来上班吧，既可以发挥你公关的长处，又可以展现你对服装流行的品味，很不错哎，而且有薪水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怎么样嘛，大小姐，就看在我是你好朋友的份上来帮帮我。就算是好朋友也要慎重考虑考虑。考虑？要考虑多久啊？你什么时候告诉我？怎么考虑啊？你不知道，最近在家里呀，闷得都快发霉了。这钱多事少离家近，我怎么可能不做呢？老板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太好了，这顿我请啊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不愧你是老板啊。瑶瑶，你知不知道昨天山崎先生来跟一帆姐说了些什么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去支援总公司的样子。啊，我们要去支援吗？那这里怎么办？不知道，等一帆姐回来看她怎么说。哎呦，紧张什么，我们拿别人的工钱，老板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喽，搞那么紧张干嘛？说的也是啊，只是我怕将来会太忙，我都没有时间。没时间干嘛？谈男朋友吗？本来就是在婚礼公司上班，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，那不是很丢脸啊？哎，小可，你这什么逻辑啊？在这儿上班跟你有没有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同学都很羡慕我，说我在婚礼公司上班一定有机会认识很多帅哥。小可，那是因为你的同学都没有搞清楚状况嘛。我们是每天都可以见到很多帅哥啊，可是这些帅哥将来都是别人的老公啊。冬妹，你说的没错，全世界的好男人啊都被抢走了。还有我呢。哎，一帆姐，一帆姐，一帆姐，你们都在啊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朱青。一帆姐，朱青我们都认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当然知道你们认识朱青，只不过呢，朱青从今天开始要来我们这里上班，职位呢就是经理。其实朱青以前在电视台工作，做业务的，是非常好的公关人才。现在我们和日商公司结盟，业务量会加大的，我又要到总公司去支援，怕忙不过来，
所以我请了我的好朋友来帮忙，请大家多多指教哦。好了，你们去忙，进去聊吧。都清，他怎么一来就可以当经理啊？好奇怪哦。那我们以后到底是听朱青的还是听瑶瑶的？当然是听朱青的喽，朱青他是经理，听懂了吗？上班了。哎，走了。李丽亚，多妹，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大家说。今天到这里来上班有一点突然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多多配合。我想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已经跟日商联盟，所以呢，今后我们会朝国际企业的方向发展。既然是国际企业，就要有国际企业员工的样子，大家以后别再这么随性。首先呢，我希望你们的服装都该做点改变。女孩子上班要穿高跟鞋。哦。还有，头发别染得五颜六色的。李亮，虽然你做造型，不过你这身打扮不够正式，明天穿正式一点再来上班。哦，对了，希望今后你们上班的时间都能够准时，一旦上班时间到了，我不希望还有人在吃早餐。如果这时候客人进来会怎么想，是吧？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制度，从今天开始我会好好重新建立我们公司的制度，希望大家都跟我配合。还有，下班再开。这个朱青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以前他是我们的朋友，现在是上司，当然不一样。搞得像武则天一样，真是。小声点。好日子过完了，以后啊，大家好自为之吧。早啊。不错嘛，看你这身打扮专业多了，我可以会比较有信心。是。不过呢，耳环没拿掉。朱青早。早。早啊，小可多妹。我不是一个会摆架子的人，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叫我朱经理，这样大家职权分明，顾客也比较不会搞混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朱经理。哦，对了，瑶瑶啊，既然大家都来了，就在这儿集合一下吧。过去呢，我觉得大家有点懒散，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工作久了习惯了，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希望大家重新把自己当成新人，把这里当成新公司，好好积累自己的战斗力。他才是新人吧？我们可是老员工了。好，现在请大家双脚分开，双手与肩平，小心不要碰到别人哦。预备，来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做，一、二、三。二三四三，朱青，二三四，朱青，朱经理，朱经理，请你告诉我
上班为什么要做体操？我是为了要振奋大家的士气跟精神，精神好呢，工作士气就会高，当顾客来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服务。来，大家跟我继续做啊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我受伤了，朱经理，快看呀！奇怪了，在这里，我看你们年纪跟我差不多，怎么体力差这么多呢？我想啊，一定是平常你们运动太少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大家要提早一个小时上班，而且你们要把你们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都带过来。啊，要提早一个小时？是啊，凡是迟到的，还有忘记带运动服的，薪水照扣。啊，不会吧？啊，大家早。主持人好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来结婚的还是本公司员工？那你呢？你是公司员工吗？是啊，从昨天开始我就是这里的朱经理，怎么样？朱经理，我呢是来找你们公司的总经理田一凡小姐的，她在不在？不在，而且我马上就要开始上班了，如果你们不是本公司的员工，也不是来结婚的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哎呀，啊，等一凡来公司了，告诉他我找他有事，叫他找我。嗯，好的。谁也不准说，他是害群之马，要是谁敢告诉一凡的话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哎呦，我看他才是害群之马呢，我看大家都死定了，我们死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聊了，等一下小心被骂，工作吧。好看。客人，你怎么不去？成交率太低，看他肚子那么大。还是你去，你比较会对付女人啊。不，还是你有魅力，女人看到你啊，就忍不住把钱掏出来。你们这儿就只有这些礼服吗？有没有别的款式啊？您需要什么呢？那你们这儿有没有适合我穿的礼服啊？什么？哦，是你要穿吗？你要结婚？不可以吗？哦，不是的。那好吧，请您跟我到里面来吧，里面的礼服比较多，好吧？这件多少钱？1500。这么贵呀？这些呢？3000。更贵了，你们这是黑店呐。如果你挑不中意的话呢，我很抱歉，请您去别家看看吧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哪一位要挑礼服？我。哦，经理。瑶瑶你先去忙吧，这里我来。好。怎样，没见过女人大着肚子要结婚的呀？不是，只是您的礼服可能需要定做哦。还定做呢？是不是还要加钱啊？定做礼服呢是比较贵一点，可是可以完全符合您的需要，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优惠呢。优惠？嗯。您要果汁还是咖啡？果汁好了，要有新鲜的，我可不喝那些
加防补剂的。好，啊，瑶瑶，啊，你去倒一杯鲜榨果汁给这位客人。鲜榨果汁？可是，这样好了，李亮，你先去买个果汁机，然后先榨一杯果汁过来，好吗？好。哎，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。通常一般的婚礼呢，啊，这几个项目是一定要的。价钱呢，啊，这个价目表啊，上面呢一般是别人的价钱，但我们的不太一样，我们的价钱在这里，那你看一下。这么贵啊？比别家贵好多。怎么会呢？其实一点都不贵哦。你看，我们在每一个项目里面都比别人多了一些配备和服务。那像这几项啊，你看，我们多了这一点，这一点。真的？嗯，你看别家的呢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再见，小心走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瑶瑶，哦，啊。把这个合约呢重新再打一份，嗯，然后放到一凡的办公桌上。哦，知道了，慢着。好的。哎，快看看有多少钱呢，快点。哇，16,800。真的，前面1,500都不肯出呢。哇，朱经理可真有本事啊。哎，终于下班了，一会儿我们去哪里逛逛啊？随便啊。要不然我们去，哎，小刚，还得等一凡姐啊，一凡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嗯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先走啦，再见。走。小刚真的每天来等一凡姐下班啊？要是我有个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就好了。两个相恋的人这样天天来等叫做体贴，现在两个人都分手了，这样子叫做不识相。哎，那一凡姐和小刚到底是分手了还是又在一起啦？谁知道啊？走吧，不要问了，走。哎，小刚，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，一凡，吃过晚饭了吗？吃过了，你呢？等你一起吃。我不是跟你说好不要等我，我现在很忙的吗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再逼我的话，我都没办法专心做事了。我不会妨碍你的。我企划案都还没写完，能不能让我做好，明天再陪你吃饭？真的？那你先回去吧。嗯。到一凡那里上班这么痛苦啊？跟上班无关，是小刚。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刚现在每天去接一凡下班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碰过几次。那你一点都不紧张？紧张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我能叫小刚不要来吗？还是跟他打一架？总该有点行动嘛。你不怕一凡原谅小刚，对小刚动心吗？我不想给一凡太多的压力，他最近工作这么忙，又要应付小刚，如果我在搅局，我怕他会受不了。你觉得他是在应付小刚，还是根本就乐在其中呢？我不知道。他们两个明天晚上要约会了。啊？啊？你就只有啊？难道你不会问一下他们是几点约在哪里吗？这事我不用问，你也会全部都告诉我的。你好，算我多事。我呢，确实已经问过小刚了，他说明天会在上面帮一凡办一个烛光晚餐。
而且还拼命地问我要怎么布置才好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一凡也常常一块吃烛光晚餐啊。那你就快点打电话把一凡约到你家，这样他就不用跟小芳约会了。一凡他一定会很为难的。你是怕被一凡拒绝是不是？你担心你约了一凡，一凡告诉你他已经跟小刚约好了，意思就是说他选择了小刚拒绝了你，你不敢面对现实对不对？我才没想那么多呢。韩威，你到底会不会谈恋爱啊？不去争不去抢，不主动的表达关心，人家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啊？说不定一凡根本觉得你一点都不在意他。一凡他不会这么想的。随便你，反正呢我的话已经带到了，要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承受多少的无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照你没说的却想要的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躲你以后会怪我恨我不感动。想假如是最空虚的痛，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这里真美啊。这里再美也比不上你美。我觉得这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谢谢。一凡，这是我花了一天时间布置的。来，我好久没有像这样悠闲地吃过一餐饭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会每天陪你这样悠闲地吃饭。这首歌、你还记得啊？好熟悉的旋律啊。这是我第一次请你跳舞的时候放的那首歌。是请打开听着别人的对话。
黑鹰台小姐，我是叶小刚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写着等待，不能给你未来，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一种明白，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，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，已经很晚了，回去吧。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，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谢谢。那晚上早点休息。你也是。
睡啊？你刚刚才回来啊？我知道你跟小刚在屋顶上约会的事情，朱青告诉我的。我对不起啊，我还是吃醋了。我还以为你一直都不会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呢。我其实一直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，虽然说你不用吃醋。相遇，我会勇敢，愿拥有所有的你。是你。